上期讲到咱们把这个封后打完了，封后的话那个袋子我已经开了，掉了一个这个武器，这个叫什么发霉的杖，它的效果就是召唤一个小封后进行攻击，它会对着我的鼠标发射毒刺，然后过一段时间是冲刺啊，对，还掉了一个这个女王盾吧，它可以代替克盾进行一个冲刺，然后冲刺的时候周围会有这个小蜜蜂出来，这把枪好像也是封后掉的，使用一蜂蜜会发射高速毒刺和蜂巢炸弹四连发，然后发一个炸弹。蜜蜂手雷可以做一把这个是蜜蜂发射器吧，就叫它，得去地狱先挖点那个预言矿才能做，蜂蜡的话应该也能做挺多东西的，先把这个蜜蜂悠悠球做了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芬芳悠悠球，攻击有概率爆炸并治疗玩家生命值，把这个枪也做了，要8个金和15个罪星，这个翻译叫小行星带，系好安全带发射一阵星风击中敌人时产生这个落星，哇，这落星特效真好看。迷你大黄蜂来一个，它应该不需要弹药吧，哦，它是射毒刺的，这个其实还可以，日常用打小怪的话应该还可以。这边有一个新的 NPC， 我看看，哇，这个蜜蜂的头好大啊，大头蜜蜂，哇，卖蜜蜂瓶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萨克斯，还有一把剑，哇，这剑41的伤害，50块钱，你去抢啊！看看这个萨克斯，哦，奥库线。剑鼻，我现在拿的是剑鼻，这个是可以甩的剑鼻。哎呀，我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觉得我可以打，感觉我打不过他，我打不过他，他有100血，能不能给他折死啊？快快快快快！哇靠，他刚刚还剩多少血？来来，把这个丛林侠开一开，三人法杖、三发猎枪可以拿一下，疾风角镯也可以拿一下，做一个闪电鞋，然后刚刚开的三发猎枪可以做一把新的武器。我靠，这个枪它贴头有点凑位，但是这个打击感好爽啊，这音效好爽，就是攻速有点慢，其他都还好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地狱挖一点预言啊，到了地狱，地狱也有这个蜂巢，好恶心，哎呀，什么时候才能秒封后啊？现在这个封后召唤出来又打不死，很烦。搞一个地狱金塔，有猫猫的黄油吗？有大佬做就有，没有人做的话就没有。猫猫用什么挖玉矿？我用的死亡使者镐，就是血腥镐。打完可能，哎呀，你又来了。家里面没有黑曜石。然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水，所以得自己弄水去做黑曜石，差不多够了。我们把这些武器还有这个装备还有这个饰品做完了，咱们就可以去打骷髅王了。哦，不对，现在这个还做不了，这个要骨头才能做，要打完骷髅王才能做这一套。但是这个可以做，这个是什么呀 ？Sweating the Halloween Slender， 地狱之槽碎片会让我的蜜蜂爆炸。还有一把新的武器做一个，另一把枪现在做不了，没有买枪械配件。哎呀，血月了，血月的话正好刷一个沙哑项链，正好试一下这些新武器。我的发，这个武器虽然贴图有点错误，但是这特效看起来很厉害呀。它要发射的是一个榴弹炮。棒棒棒，还有这把枪，这把枪也是刚刚做的。哇哦，哇哦，爽！哦，沙哑项链刷到了，那就不用打了。现在时间挺早的，可以去把骷髅王给干了。
哦，它右键可以直接爆炸，我天哪！我觉得我可以直接暴打这个骷髅王，不过以防万一还是喝一点药吧，随便喝两口就行。烈火狂徒和地狱审判，这个是烈火狂徒是吧？我天哪，我靠，这伤害，这伤害是不是有点过于高了？好，nice， 打过了。召唤骷髅风砍杀敌人，右键发射一个被诅咒的骷髅。哦，骷髅风，右键还有一个诅咒骷髅。先回家。这个爆炸是因为这个的原因吗？把这个昆虫项链做，去搞一个恐慌项链过来，直接就出了。行，差一个风后掉的蜂巢。这把枪攻速很慢，好像不是很好用，感觉还是这个好用。我感觉全是小蜜蜂在飞，到底谁是蜂后呀？哎，没出。哦，有了。哎，魔法青蛙，风后盾它是可以任意方向冲刺的，它可以往上冲，也可以往下冲。探索一下地牢，地牢没什么好探的，拿了孤盾、暗影钥匙，还有一把手枪，还有两个炼药桌就溜了。其他的话，以后有需要的话我们再来找吧，就先不探索了。有了骨头可以做一个虚空袋，然后骨头加预言锭可以做一个模组里面的新套装，古风套，这个是加伤害，这个是加伤害减免，这个是加暴击率。因为这个模组是我自己汉化的，所以有部分内容没有汉化成功。这个 mod 的语言文件有些东西没有，所以很多地方都没有汉化到。这个套装的效果是召唤一个古风，然后古风会攻击敌人，如果我受到伤害，这个古风会被激怒，就是这个骷髅风。来，地狱把打肉山的平台做一下。哎呀，你个风后，烦死了！我看能不能给他打过。怎么又来一只啊？救命啊！哎呀，要十，三个了。哎，怎么又扎出来一个风后呀？救命啊！哎呀，肉三。好好，来，直接开打，直接开打。没关系，我觉得我应该能打得过，我都不需要喝药的。直接死。啊，哎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我也死了。其实我还想再搭长一点的，但是他直接出来了，这只是个意外。这个是养蜂人徽章，掉了一把弓，这把弓看起来还不错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是 OK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一键三连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